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又来给大家录视频了。在开始绘画之前呢，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上个礼拜画的一些画。因为我这次我换了一个摄像机，所以我准备把上上个礼拜的画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因为上一个视频我感觉其实录的不是特别的清晰，所以我想把就是上上个礼拜然后画的画给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。然后这个画是一个日本金田纸画，这是我上个礼拜画的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荷花其实还蛮好看的，然后它会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光芒。然后这个是一个昙花，可以给你们看一下，如果有喜欢这种画的朋友呢，可以加我的 Facebook。 不知道我这一次换了一个相机以后，哎，你们会感觉这视频的质量是不是有大幅度的提升？这是一个梅花，红梅。我特别喜欢这种花，因为它会有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。来看一下哦。是，这是一个秋天的小菊花，然后这个是一个红花，具体叫什么花我也不太记得它的名字了。然后这些呢，就是我平时画的一些水彩画，一个港口，然后这是一个海景，海浪拍打着石头的一幅小画，海边的日落，我很喜欢这幅画，因为它的光感很强。这是一个森林，这幅画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好喜欢这些小房子，然后还有一些小烟。这就是我前段时间的一些绘画，然后我们就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绘画吧。今天我想给大家画一幅比较宁静的海面，我先把水刷上。
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录到这个地方，喜欢我频道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在每周都更新一个视频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